事情是这样的，从前有一位 UP 主名叫老谭胡说，他让我监督他今天必须通宵剪完一个视频，并且可以采取任何手段。既然这样，为了大家能尽快看到老谭胡说的新视频，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要完成一个任务，一个目标。看一下坐在我后面这位是谁啊？是一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，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，然后他要在今天晚上通宵剪完一个视频，需要找一个工具人来督促他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扮演这么一个角色，好吧？你这个视频你现在剪了多少了？1/5。他现在剪了1/5，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视频是怎么监督他把这个视频剪完，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发？周6中午。周六周五发，定时上传。现在是5月29号2:20啊，他在5月30号发完这个视频，对吧？我知道大家很非常喜欢看这个后面这一位 UP 主的视频啊，然后就非常一直在催更催更催更，有时候都催到我这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呢，也是为大家谋福利啊，是不是太慢了？觉得他更太慢了，弹幕打一波慢。偏弹幕还是有一手的，那要不打一波快？打开 Final Cut Pro， 打开，好吧，现在就开始监督他。打开素材，先拖进去。都先开始，什么事都不要干，直接开始剪。真心话大冒险。啊，我选真心话。你初恋在几岁呀、不是初，我是4岁。听完，4岁？你不会吧？你记得4岁的事情吗？4年级还是5年级？具体几岁忘了。真心话大冒险，真心话大冒险，大冒险，真心话大冒险。他们在我这个视频还在录啊，还在录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这个视频30号没发的话，就剧透了，好吧？因为我这个视频31号发，所以我这个也是为了督促你在30号中午一定要把它发掉。如果你30号中午没发的话，那大家全都可以在我这个视频里看到它的这个全过程，好吧？你一有小动作，我立马给你支持。真心话大冒险，真心话大冒险，不要再看刚才在剪的素材了。真心话大冒险。What？怎么说，兄弟？可以直播不复级吗？不是有没有复级到底？我有没有你不清楚吗？我反正是有的。哇哦！好，你落不落？我是问的你落不落呀？你落不落？啊，我不落，我没有啊。你练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落，好不好？哪人啊？哪人啊？又来哪人？海南那边吧。啊。还不这么不确定吗？这么不确定的吗？他是哪里人？节目效果有，节目效果有。老谭胡说经典笑声，是不是这样？真心话大冒险，真心话大冒险。酒桶亚索这组合还能玩吗？现在笑的比赛吗？体不是赢了吗 ？TSTS 赢了。对啊，是啊，我说他就是。这下路不是，赶快剪，别看，故意的是吗？别看好吧，别看，我故意给你点干扰，你就不经不住诱惑。你为什么老是在讥讽我？怎么回事？内奸，找到内奸了，朋友们，怎么回事？没有。朋友们，给我训斥他。还好吗？朋友们，给我训斥他。还好吗？离谱，我听到你。剪完了，郭宇，1/5。不是你太短了，你再长一点，你观众不够看的，赶紧剪到10分钟。10分钟不离谱，8分24秒。大家是不是非常爱看他这个时间？不是8分24秒，他私底下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在监督他，他私底下不是这样子，看那个相机奇奇怪怪的，现在这个人。8分24秒，快点！我这怎么黑屏了？你活该！你这搞的节目效果搞得真的电脑坏了。还有开五分钟真的太短了，开头结尾6分半，六分半也太短了，6分半，那再加两个人8分钟。哇，那么激动啊！真的是我吗？这是你的问题吗？是你，下一个。一个吗？一人只能一个问题是吧？对，那真的是我吗？也算问题吗？对，我知道。但其实我已经回答完了，效果了。如何吸引到这么多女粉丝？没有吧？没有吗？刚刚说话的都是小点点。好像不是，我把麦打开好不好？好，兄弟们，让他听到我们的嘶吼。现场的没有水分的好吗？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考上研究生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恭喜！大家给他鼓个掌，好不好？录了多久啊？我这录了5个小时。这么久啊？你要我签名没什么价值。他刚刚说什么？谢谢。这个视频一定会什么的？没听清楚的。没听清楚，声音大，放大点。这个视频我一定会一键三连的。啊 ，OK。这个视频我一定会一键三连的。
这个视频我就会一键三连，一键三连，三连三连连连连连连，这个视频我就会。Nice。出现还差多少？已经百分之几了？说一下。七十吧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一个 UP 主为了剪视频还是很辛苦的啊。大家如果可以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的话，那是最好。因为这个视频我估计也通宵剪，另外通宵剪，到时候你给我在线好吧？学会没？强行升华。好、啊，直接 OK。不是，我在拉呀，我怎么剪？可以可以，暂且是放过你这一回好吧？尤其是视野方面，玩家现在也是小心翼翼的，不断的在排雷。的选手也都是带着大 O buff 去到。不是，老谭胡说，出来剪视频好吧？不要用拉屎来逃避自己剪视频好吧？快点，快一点好吧？老谭胡说。今天什么时候能剪完？感觉我监督好像没什么大用处，感觉已经很大用处了。真的假的？已经变成蓝色了，天已经亮了，真没骗你们，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，好吧？这个拖延症患者，赶快！巴拉摆了，巴拉摆了，冰了，破了，冰了，破了，搞不搞？给给给！你可以吗？巴拉摆了，巴拉冰了，冰了，摆了破了。你也不行。不是很清晰，很清晰啊！真心话大冒险，真心话大冒险，我这句话今晚上听了200遍了，已经。可以了，睡觉吧。这么突然？这幅就是这么突然。弄完了。感谢我一下，好吧？感谢我一下。不用感谢，不用感谢。不是，我是让你的老谭胡说的粉丝感谢我一下，好吧？监督他拍完了这个视频，30号就有视频可以看了。现在凌晨5点 ，OK， 拍完了，直接睡觉，好吧？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你用粤语说个拜拜，快点来吧。粤语的拜拜跟普通话拜拜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